地球的地最热身的 YouTube 哥伦频道。热神说，您认为开同乐会互赠礼物是一多此一举，二好玩，三开越多次越有意思。当然某个团体的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你的答案也不一定是正确，我的答案也不一定正确，他的答案也不一定正确，就是某群人的答案也不一定正确。那是个人认为互赠礼物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的行为，因为开同乐会时买礼物的人是买自己觉得喜欢的东西，或是家里存放的东西不要的东西，抽到礼物的人也不见得喜欢对方的礼物，反而变成占家里空间的东西。您认为呢？您认为那个开同乐会互赠礼物是哪一个选项？你觉得正确呢？听得懂吗？结束。